NBA 明星周末在今天进行完第二天的赛程，在刚刚的灌篮大赛当中呢，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向传奇致敬，所以刚好我们今天的赠奖活动就是要向传奇致敬。送什么呢？这是一件复古的明星赛 Magic Johnson 球衣。既然都说是复古了，复古明星赛传奇魔术强森的球衣，这么多个资讯，我要问的问题就是，你知道夏洛特上一次举办明星赛的时候是几年吗？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，赶快来参加活动，把这件带回家。哦，听到了没有？今天问题就是夏洛特上次举办明星赛是什么时候呢？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，把上按照我们的需求回答之后，你就有机会赢得这次的 NBA 好礼。